空军花莲基地第五联队上校蒋正志上个月17号驾驶 F-16A 战机夜航的时候失联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寻获人机。不料联队却爆出了负责 F-16 发动机修护的发修分队士官，在这个月初私带酒品进入营区，和同袍在营内喝酒，甚至用手机拍摄喝酒的影片上传网路。空军司令部表示，针对违反治安违规以及营内饮酒的问题，已经依照相关规定予以严惩，以正纲纪。针对媒体报道军纪涣散，连队士官违纪喝酒狂欢还PO网移情，空军司令部今天表示，第五连队接获通报及实施行政调查，针对黄姓士官等员违反了资安违规以及营内饮酒等过犯，已经依照相关规定予以惩处，以正纲纪。空军司令部强调，有关干部违师行为都秉持勿忘勿纵与留优汰劣的原则，依规定严惩绝不宽待，令缓为案例，持续落实军法纪要求以及加强内部管理，以杜绝类案再生。记者林杰、新城乡采访报道。